2024彰化月影灯祭在去年底点灯开展后，已经吸引超过160万人潮前来参观。2月24号元宵节当天，活动进入最高潮。彰化县政府从下午5点半开始，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旅客服务中心发放2000个超高人气的多多龙小提灯。很可爱啊，很可爱。票是没拿到啊，这次要来拿。有人从早上8点半就来排队，排了9个小时，可见多多龙提灯是多么抢手。我是不知道喜欢哦，好，那我只有一只，你可以一只送我吗？好，不方便，没关系。彰化县政府也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的挂山村盛大举办最压轴的欢乐庆元宵猜灯谜晚会。彰化县长王惠美特别邀请彰化出生的艺人浩子返乡，和大家同乐猜灯谜，一起科普彰化。有80道彰化知识通的灯谜，答对有奖。县府表示，2024彰化月影灯祭活动将于3月3号熄灯，民众可得把握机会。民视新闻联华彰化报道。